来，你不要太惊讶，我怕你哭我。赶紧，真的假的？他等下会模仿，他可能会模仿我妈之类的。我们要演下去。所以小孩说，你看你妈读起来，他一定演。其实他完全不认识是谁。你看他已经开始酝酿，他哭了，他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。天哪！来了，大家不要哭哦。当然哭，我都要哭，我现在就想哭。林彦俊，你曾经说过你家里除了你之外还有谁？啊，除了我家，我之后还有我爸、我妈、我妹，还有一个妹妹，对不对？不要害羞，你哥在外面。演的还蛮好，还蛮像的。你怎么知道是演的？你不准给我哭哦。妹妹来，妹妹给哥哥一个拥抱。妹妹你怎么了？妹妹不好意思，你被绑架了。不是你妹，妹妹怎么被绑架了？妹妹是你妹。是谁啊？妹妹她是你妹。哎呀，跟哥哥抱一个过去，太感人了。妹妹你到底怎么？妹妹你赶快回去。妹妹这里太危险了。妹妹赶快回去。妹妹你怎么把你妹吃走啊？被绑架太危险了。